有一万颗，然后就是我们入单有一些疏失，然后被也算是我们双方沟通上有一些失误啦，所以我们就这造成这笔单弃单这样子。对对，啊，弃单。说要不要 po 网上去给大家看，能卖几颗算几颗这样子。还好台东人很有爱，救援了我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多久的时间卖完一万颗？大概2个小时多这样子。因为呢，清泽红亭其实一直在我过去在联普基金会也一直扶持的青年哦，青年创业。然后这次因为在网络上看到他在发布说这样的一个中秋的一个绿豆碰，然后被弃单。然后我想说我们用行动支援一下，然后同时也在可以中秋前来赠送给我们慈善的文件站跟关怀据点的长辈。因为本身跟老板就是朋友啦，然后刚好看他脸书说他有被弃单的情况这样子，那我想说啊，刚好我自己也蛮喜欢吃的，所以我就想说要去买这样。然后后来老板就有私讯跟我说，他有是被弃单的情况，而且数量还非常的不少这样子啊。那就想说啊，反正中秋节快到了，那我原本想说是一可能10颗一组这样子，就是2颗一组，所以我就一次就买的量比较多一点，然后就到处发这样子啊。这个门咋了？这个门固定了。